洗澡就恭喜发财，今天38度。来，啊，恭喜发财，还在洗澡。夏天35度以上可以跟鹦鹉洗澡。我这种鹦鹉不害怕，知道吧？喏，看到吗？从棍子上再慢慢冲过去，看到没有？鹦鹉是没有抵触神器的。冲到头上的时候注意一点啊，蛮棒哦。你越早该洗澡了，非洲就玩了这么多天。脚这样子，这样冲上去，看到吗？从脚上上去，从脚上上去，看到吗？这边。来，今天我一瓶盐浴洗了10只鸟，你看到没有？来，看到没有？洗了10只，很香的，很香喷喷的。来，把眼睛蒙一下啊。嗯，爸比给你洗澡，你别弄了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干嘛？是容易虫子的。它杀虫杀菌就会去掉呢，脚上啊，屁股，尤其这个屁股，啊，尤其这个地方，看到吗？像这样的地方，就要靠盐浴把它洗掉，去污去掉，别浪费啊。洗澡也是蛮累的，说实话，没有泡沫可以去污杀菌，知道吧？一瓶盐浴洗了10几只鸟，全部洗完。你看我都出汗了，一定要就是说35度以上的天气洗啊。看完了啊，左下方盐浴可以洗10只大金刚。盐浴完了1分钟以后把它淋干净啊，把它冲洗干净了啊。来，露住眼睛慢慢淋啊，慢慢淋啊，胸口、脚、屁眼都洗白出来了，你看洗得干干净净，香喷喷的。